今天教大家一个强烈高杆的一个击打的小窍门啊。我们在打强烈高杆的时候，一定不要打在很高的点上啊，打在中高中间偏上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因为在发非常大力量的时候，后手一定会有一个下降的势能，所以同时啊还要注意啊，要用一个凤眼手架，这样子球杆才不会跑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示范，打在中高的位置上，这样子它的高杆是很强烈的。看到没有，这个 DBA 新料球杆的杆法效果实在太好了，想要的量子赶紧私信我下单吧。